三胞胎玩成一团，哥哥大喊压着弟弟民国动弹不得，爸爸宋一国赶紧冲出来教导一番。누가동생그렇게밟으래어잘못했어요이제앞으로보지마요이제가서동생안아주고뽀뽀하는거야알았지记录着三胞胎玩乐苦闹就这样真实的实境秀，让节目播出至今在韩国蝉联44周的收视冠军。三人的一举一动可爱又吸睛。三个萌娃不止在节目中人气抢抢棍，私底下广告代言更是接不完，甚至推出三胞胎月历还热销将近17万本。韩国银行更推出三胞胎的银行存折吸引粉丝开户，果然银行的存户大增，萌娃天真无害的样子成功吸引观众目光，甚至还曾经来台湾出外景。Hello, thank you. Yes.新爸金城柱带着宝贝敏绿的实境节目来到台湾拍摄，吸引大批粉丝接机，造成轰动。实境节目不止让新爸呈现私下最真实的一面，还可以看到萌娃们趣味互动的表现，观众的喜好反映在收视上。这也难怪越来越多儿童实境节目不断推出。记者郑永东、郭欣婷台北报道。